新兵日记。 Yes sir。 看看这些就是干军班的成员，结训之后呢，他们就是班长了。真的想象于班长以前也是从这里出来的、啊、是啊，他们下部队之后呢，就是带领你们陆生的班长了，所以都被要求啊要做到最标准的姿势，比新训单位要求的标准啊还要更严苛。那学长看起来没出什么力，就六五十公尺，那是怎么办到的、啊？哦，那是因为他已经掌握到投掷手榴弹的诀窍了。你记得啊，那投手榴弹呢、啊，不是只靠背力，要先冲刺，然后呢，转身，扭腰，挥背出去，把整个身体的力量呢，发挥到极致，那手榴弹、啊、自然就可以投很远了。不过。连投手榴弹都有这么大学问，我看要当军人真是不容易啊。是啊，所以才先带你来干军班看一看呐、啊。你说你要加入特战部队，那是比干军班还严苛几十倍的。如果真的无法进入特战部队，来干军班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是啊，刚好趁你在留营这段期间呢、啊，多走走看看，了解一下。也许呢，能找到最适合你的单位。以后你的学弟班啊，很多呢。谢谢班长到来学习，我会努力的。我再带你到前面看一看。前面测验内容呢是四讲四教，也是干训班啊建测的内容之一。每个学员都要知道怎么讲、怎么教、什么内容、什么步骤、什么课程、什么知识。相信。
士官长，我刚才突然一看，还以为第一名模站在我的面前。你今天穿这个样子，你好漂亮哦。少了啦，时间快到，我们赶快进去。士官长，阿莫说你现在已经在里面了，你没有听他说演戏要演整套的吗？善人就可以了，你们好。我本来就跟他约好出去吃饭啊，啊你临时找我，我只好找他一起过来啊。啊，不过我今日第四人分呢，啊你用杨巧仪先生来，安尼较歹做。啊，伯母，没事没事，再加一副碗筷就好了。哦。Waiter， 再加一副碗筷。王小姐，吴先生，请坐。谢谢，谢谢啊。那我就打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。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来到就可以了。请慢用。听我妈说，王小姐在部队里是士官督导长。女孩子当兵啊，很不简单，很有男子气概哦。还好啦，你唔知道的哦。听讲你是电子工程师，怎么那是给手机啊晶片？够老的啦，科技新贵呢。无啦，嗯，这是你唔讲呀。于先生，不知道你是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，在哪里高就啊？报告，我目前在服兵役，我是下士班长，我快要退伍了。目前有很多大的科技公司都来找我，那是一定的。像于班长这样一表人才，穿起迷彩军装啊，一定非常帅气的。谢谢。他真有眼光。啊！我通常啊都是慧眼识英雄，于班长，我敬你。谢谢。不要那么客气。王小姐，很冒昧请教一下，我们不知道您跟于先生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我们是朋友。很好的那一种，对，我才是盛男的男朋友。班长，班长，你怎么了？班长，你踩到我的脚。班长，请坐，来。
伯母好。你好。嘿嘿，我看恁查囝吼，人面遮尔看着，阮后生哦都免直接到老的啦。我阁有代志哦，我先来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班长，这个是我的名片。哦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不好意思，里面有我的电话，还有我的 mail， 要记得啊，加我的 MSN， 还有脸书，保持联系，保持联系。哦，好。多谢这些人朋友。